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欢聚在圣堂，一同庆贺包思高慈幼会两位殉道圣人圣雷明道主教及圣高慧黎神父的瞻礼日，同时也参与慈幼会梁宝德修身领受执事圣志的感恩圣祭，献上我们对天主的感恩与赞颂。宝德修身于毕业后，投入社会工作了几年，在一次的机会上，他收到参与世界青年节之邀请，他便决定辞去工作去参加。就是在与教宗及全世界青年一起朝拜圣体的那个晚上，他被眼前光耀夺目的圣体深深吸引着，他的目光都没有离开过耶稣。在静默中，他听到耶稣不断地召叫他，这声音一直在心中回荡着，既温暖又亲切。他回香港后，在祈祷中，他得到勇气，并决意成为慈幼会会士，奉献自己的生命给天主，特别服务青少年。他于2011年5月6日于菲律宾宿务始发出院，加入包思高慈幼会。宝德修身的圣召旅程中，遇到不少的高低起伏，而这些经验也成为他肯定追寻圣召的标记。期间，他也到非洲西部的两个国家体验，让他接触到世界另一方的青年人，陪伴着他们，跟他们一起生活。这宝贵的经历，一方面广阔了他的视野，另一方面更巩固了他奉献自己，特别为贫苦无告的青少年之意愿及渴求。后来在英国服务时，这旅程却是充满了惊喜和挑战，身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圣召可说是陷入危机，每天恍如隔世，心坎活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在这身心崩溃的状态下，天主的双手一直都牵着他，耶稣基督一直保护着他，在圣体面前，他找到了避难所，找到了安慰，是耶稣基督给了他力量，要坚持下去。他感觉到这双慈父的手牵着他走过所有的幽暗深谷。今天我们一同与宝德修身，感谢赞美天主所赐予的种种恩惠，同时也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旅程祈求天父带领我们走上圣德之路。为了让感恩祭在一个庄严宁静的环境下进行，请将手提电话及其他小闹装置暂时关上。礼仪当中已经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拍摄，请大家安坐于座位上参与礼仪。现在，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准备心灵，预备参与感恩圣祭。敬堂咏，让我们一同咏唱《祭司子民》。礼仪本，请看第二页。Oh.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今天我们以主的名聚首在一堂，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因为天主即将要从我们当中要选拔这一位弟兄，要去担任执事的圣职，为天主的子民来服务，为了虔诚地去参与这个祝圣典礼和奉献感恩圣祭，让我们首先呼求上主的垂怜。我向全能的天主，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全能仁慈的天主，你曾赐给圣雷明道主教及圣高惠丽神父义利，为宣扬福音和捍卫人性尊严，不惜舍生取义。求你帮助我们师徒追随他们的方标，坚信不疑，请
免于挨得。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既生生永生永亡。做圣道礼仪，请大家细心聆听天主的圣言。礼仪本第五页，读经一将会以粤语攻读。攻读智慧篇。义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痛苦不能伤害他们，在愚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认为他们去世是受了惩罚，离我们而去，仿佛是归于泯灭，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中。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受了苦，其实却充满着永生的希望。他们受了些许的痛苦，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因为天主考验了他们，发觉他们配作自己的人。他试炼了他们，好像炉中的黄金，悦纳了他们，有如悦纳全燔祭。依此上主的人，必明白真理；忠信于上主之爱的人，必与他同住。因为恩泽与仁慈，原归于他所选拔的人。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Of them they turn
I will break their hearts of stone. Give them hearts for love alone. I will speak my word to them. Om S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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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t. Here I am, Lord. It's in time,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 will go, Lord, if you lead me. I will hold your people in my heart. I, the Lord of wind and flame, I will tend the poor and lame. I will send a feast for them. Finest bread I will provide, till their hearts be satisfied. I will give my life to them. Om S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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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t. Here I am, Lord. It's in thy Lord. I have heard you calling in the night. I will go, Lord, if you lead me.攻读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弟兄们，如果天主在我们这一边，谁能反对我们呢？他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他其他一切和他一起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天主所拣选的人呢？是使人诚意的天主吗？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是那已死，或更好说已复活，如今在天主的右边代我们祈求的基督耶稣吗？那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权者，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有权能者，是崇高或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就是与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之内的爱相隔绝。上主的圣言。
天主。福音前欢呼，请大家起立。主与你们同在，与你心灵同在。同读圣若望福音。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佣工因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一看见狼来便弃羊逃跑，狼就抓住羊，把羊赶散了。因为他是佣工，对羊漠不关心。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并且为羊舍掉我的性命。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站，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父爱我，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为再取回他来。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他。我有权舍掉他，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这是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上主的圣言。请坐。现在会进行授予执事圣职礼仪。执事圣职的候选者会由慈幼会中华会神沈会长吴志远神父推荐，被召教到主教面前接受主教的训练。请看礼仪本第十页。领受执事圣职者请前来。玛利亚·安多尼·梁保德修生。
最可敬的主教，慈母圣教会要求你给我们这位弟兄授予执事圣职。你知道他有资格吗？经询问基督子民及各有关人士的意见，我可证实他确有资格。仰赖天主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助佑，我们拣选这位弟兄领受执事圣职。感谢天主。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梁宝德修士可能是你们的亲戚或朋友，他即将要领受执事圣职，请大家细心的反省一下，他将要领受的是怎么样子的职务。他靠着圣神的恩宠得到力量，将要在宣道、圣祭和爱德的事务上协助主教以及从属于主教的司铎团为人服务，成为众人的公仆。他将服务祭坛、宣读福音、预备奉献的礼品，为信友分送主的圣体圣血。此外，他还要按照主教的指示，向不认识天主的人宣扬圣道，帮助信友加深信仰，主持祈祷，施行圣喜圣事，见证并祝福婚姻，为临终者送临终圣体，主持殡葬仪式。他既然借着由中途传下来的副手礼而被祝圣，并与祭台结下不解之缘，就要以主教或堂区主任司铎的名义努力从事爱德工作。他仰赖天主的助佑，务必在一切事上谨慎行事，好叫人们看出他真是基督的门徒，因为基督降生成人就是为了服务，而不是接受服务。即将要领受执事圣职的梁宝德修士，我现在愿意对你说几句话。基督既然给你立下了榜样，愿你也照着他所做的去做。耶稣基督在门徒们的中间曾以仆役的身份出现，执事既然是基督的仆役，你就要全心承行天主的旨意，在爱德中愉快地为他人服务，如同服侍天主一样。的确，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因此你要仔细地分辨，把一切不解的事情、贪婪的行为都视作偶像崇拜而加以弃绝。你既然自愿接受执事圣职，就应该如同当日的中途所拣选的爱的服务员一样，具有良好的声望，充满圣神和智慧。你要以独身的身份履行你的职务，因为独身生活是慕宁爱德的标记和激励，同时也是化身世界使它充满生机的特殊泉源。
你受到对主基督诚挚之爱的推动，愿意以独身的生活，就要把自己奉献给基督，全心与基督结合，更自由地为天主和人群来服务，更能够无牵无挂地推展基督救赎和重生人领的工程。因此，你要在信德上生根植基，为能够在天主和人的面前无瑕可指，堪当成为基督的仆人和分施天主恩宠的人。你不仅是福音的聆听者，而且也是福音的传播者，切不可对福音灰心失望。你要以纯洁的良心保存信德的奥基，并且要以行动来彰显你所宣讲的天主圣言，使基督子民靠着圣神的活力成为蒙受天主喜悦的纯洁祭品。同时希望你在末日与天主相会的时候，能够听到他对你说：好，善良忠信的仆人，请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现在领受执事圣职者会做出许诺。亲爱的梁宝德修士，你领受执事圣职之前，应该在大众面前表明你接受这一项职务的意愿。你愿意借着我的副手礼和圣神的恩宠，被祝圣为教会的圣职人员吗？我愿意。你愿意为了帮助主教以及他的师铎团，并为了基督信众的利益，谦虚热诚地履行执事的职务吗？我愿意。你愿意如同圣保禄宗徒所说，以纯洁的良心保存信德的奥基，并且按照福音的教导和教会的传统，以言以行去宣扬这个信德吗？我愿意。你既然准备献身度独身的生活，那么你愿意一心一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耶稣，为了天国终生信守独身的志愿去侍奉天主服务人群吗？我愿意。你愿意信守并且加强适合你生活方式的祈祷生活，并且按照你的岗位以同样的精神联合全体天主子民，并为他们以及全世界的得救忠实地履行每日诵祷的本分吗？我愿意。你将要在祭台上服务基督的圣体圣血，你愿意使自己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的更消逝基督吗？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梁宝德修士，你应许尊敬和服从你当地的教区主教和你的法定长上吗？我应许。天主在你的身上开始了美好的工作，愿天主完成它。让我们呼求天朝神圣援助领受圣职者，请起立。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请大家祈求全能的天主圣父，他既然选拔了这位弟兄接受执事圣制，愿他仁慈地赐予他丰厚的恩宠和福佑。请大家跪下。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天主之母玛利亚，圣米格尔，天主的上天使，圣保禄，圣安德和圣罗王，诸位中途及圣使，天上诸位圣人，为我们祈祷。玛丽德烈，圣德方圣俄伦，圣德佩和圣亚尼，圣西列圣斯蒂，圣安当圣本都，圣波尔纳德，圣方济，道明，圣多玛是圣文德，天上诸位圣人，为我们祈祷。圣安多尼巴杜亚，圣纳杰，圣沙维，圣加林和圣德拉，圣方济萨雷，圣士丁，圣加巴苏，圣罗王巴斯高，圣女玛莎利罗，圣道明察为好，天上诸位圣人，为我们祈祷。圣雷士雷明道，圣加利斯多高惠利，圣克里美就是圣父那蒙古拉，圣父为观纳，圣父卢华，圣父利纳德，圣父圣道而求是，圣父高华斯基帝多，大高斯达，臣父摩拉诺波勒美，臣父雷士华利，臣父马威利，只有圣人其臣父，诸位
为中国之民圣人，主为基督殉道者，主为天主圣人圣女，在火中，从罪恶中，从勇士中，引主降生成人的妖姬，引主的生死与复活，引神圣的降临，求主拯救我们，天上主为圣人为我们祈祷，我们罪人求主管理和保护他的圣教会，求主保护交通及教会各级上职人员，求主使全人类活像和平与真正的和睦，求主激励我们诚心侍奉他，求主降福成为蒙他选拔的人，求主降福并圣化成为蒙他选拔的人，求主降福圣化并主圣成为蒙他选拔的人，耶稣圣活天主之子，基督救主天主，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使我们应尽的职务得蒙你的仁慈助佑，并使我们所选定的这位献身于圣职工作的人蒙受你的福佑和圣化，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请起立。现在主教在静默中为领受圣智者副手，让我们在庄严的静默中祈求圣神倾注在领受圣智者身上。全能的天主，求你降临，你是恩宠的施予者，各种职位和任务的分配者，在你永恒不变的圆满中，你常使万物不断的成长更新，步向圆满。你借着圣言，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你的德能和智慧，在起初就安排了一切，并使这一些计划在适当的时间一一实现。你建立了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并使这个身体的
各个肢体享有天上不同的神恩，各司其职，又因圣神而奇妙地合成一体，成为新的圣殿，不断的成长扩大。你建立了三个圣职职分，使圣职人员为你的圣名而服务，犹如当初你曾经拣选了勒位的子孙在你的圣殿中供职。在教会的初期，你圣职的宗徒们由于圣神的推动，也选择了七位声望良好的人协助他们管理日常的事务，好使他们能够尽心专务祈祷与宣道。宗徒们并以祈祷和副手礼委派了那些被选的人管理饮食的事。上主，现在求你慈祥地垂顾我们的奉献，奉献于你的这一位领受执事职务在你圣坛服务的人。上主，求你遣发圣神降临于他，使他因着圣神七恩而强化，忠实地执行服务的工作。愿他具备福音中的各种美德，仁爱无私，关照贫病，威信有节，贞洁淳朴，细守内心的纪律。愿他在生活中彰显你诫命的光辉，使你的子民也能够效法他待人接物的善表。愿他在基督内坚定不移，以纯洁的良心做美好的见证，今生追随你的圣旨，全心为人服务，而不求受人服务，来日在天上与基督共享王权。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门。请坐。现在新执事将会在主教手中领受执事礼服和福音书，象征成为福音的传播者，以行动向天主子民宣讲圣言。授予执事礼服。授予福音书。请接受基督的福音，你已经是基督的使者，请注意，你要信仰你所宣读的，要教导你所信仰的，要实行你所教导的。平安礼。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
圣祭礼仪。降服你们。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每每饼奉献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天主性，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是成我们的精神饮料。天主赞美，上主我们的全心同意的心情，今天在你面前我们一同咏唱《献于天主》礼仪本第十九页。罪污剔除我的牵由，
请起立。各位弟兄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圣父，我们为追念圣雷明道及圣高惠黎的蒙难，向你呈献圣祭，求你使我们借此奉献能够为你圣子的光荣苦难作证。他不但以言语鼓励了殉道者，更以身作则，率领了他们慷慨就义。他是天主永生永望。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于我们获得救恩。你借着圣神的福佑，立了你的唯一圣子，为新而永久的盟约的大司祭，并愿意在你的教会中设立不同的职务，以继续基督的救世工作。基督不但把他的唯一司祭职赐给了他救赎的全体子民，又以兄弟般的爱选拔了公务人员，透过扶手礼委派他们分担他的神圣职务，以爱心为他的子民服务，借着圣道培育他们，借着圣事带给他们力量。你愿意圣职人员努力的效法基督，为侍奉你并为弟兄姐妹得救，哦，献身你生命，在心得和爱的中勇敢为你作证。为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众灵天使以及所有圣人同声赞美你，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新的了解，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亵渎我们的教宗，忘记的我们的宗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真人，特别是今天领受圣字的梁宝德新执事，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怀着父母的希望和欢喜的兄弟姐妹，并求您赦免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现容的光辉。求您赦免我们众人，使我们等与天主之母同进永福玛利亚圣母的健康大限若生日现中途，以及你所亲爱的那段圣人圣女，正方至下来，正让保释高，正灵明道，以圣高为你，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就将你的圣旨耶稣基督赞美你，献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皆是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门。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天父，愿你的名称响。
来临，愿你的旨意同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拯救我们，免于一切的凶恶，恩赐我们今世平安，使我们仰赖你的仁慈，永久脱免罪恶，并在一切的困扰中安然无恙，虔诚期待着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祝平安。平安，好，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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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请各位兄弟姐妹沿圣堂中间通道上前领受圣体，并从两侧回到座位。林竹勇，让我们一同咏唱 I am the bread of life， 礼仪本第26页。基督圣体圣血，基督圣体圣血，thank you.
基督身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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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身体。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阿门。基督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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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圣体。请大家继续咏唱《还是爱你》，礼本第27页。基督圣体，基督圣体。基督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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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圣体。基督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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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圣体。基督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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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圣体。
请起立，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的慈父，你赐给了我们喜乐，能饱享生命之粮和救恩之杯，求你使我们效法圣雷明道及高慧黎殉道的榜样，他们为了笃爱自己的羊群请留的热血，使我们将我们的痛苦与基督的苦难联合在一起，非能够日后分享他复活的光荣。他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请坐。现在有请包斯高慈幼会中华会神沈会长吴志源神父致谢词。谢谢大家啊，今天来参与梁宝德现在是称为执事了哈，的一个典礼，诸圣的典礼。曾经有一个灵修大师，他开始他的教导在一个很简陋的茅屋里面去教导，很多人来跟随他，而他也收了蛮多有圣德的一些门徒。有一天，这个灵修大师说：“我要云游四海。”所以他就教他的茅屋、他的地方，交给了大明，不是小明啊，交给他管理。好几年之后，他回来，哎，看到自己的茅屋，小的茅屋变成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大宅，他就很奇怪，为什么啊？他离开了几年之后，这么大的改变。后来他就问大明了啊，说大明为什么是如此？我很简朴的生活，你现在搞到这个大宅怎么豪华？周围又龙又地啊，所以他很奇怪。这个大明很无奈的这样说：“就是你传给我的那条的汗巾，因为我不小心放在桌上，老鼠来咬了，咬破了。那些村民呢？”来到，哎呀，这么可怜，你没有用了啊，所以买了一条新的给他。后来因为有老鼠嘛，就抓了一只猫给了他，猫了之后又狗了，狗了之后又马了，跟着一大堆的，开始他的地方从小小的茅屋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宅。今天哈，梁宝德也开始了哈，希望不是你们大家的提供的一切哈。不过我们很容易啊，尤其是自己反省一下啊，我们神父、神职人员很容易啊，有这样的诱惑啊，一步一步离开了我们的初衷。今天哈，就每一次这个执事哈，一个典礼里面，我都很记得很感动哈，这句话，主教刚才提示啊，梁执事的，他说请注意，你要信仰你所宣讲的，要教导你所信仰的，要实行你所教导的。执事是服务，他跟随的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一个简单贫穷的服务人群的一种的精神去服务。我想在座的哈，我们很多人都愿意做服务，尤其是年轻人哈，我希望你们也效法哈
良保的修生哈，愿意为教会服务，献身于教会，为哈耶稣而献身。我想我们都有哈这样的服务的精神。我也刚才哈这两天我在这边看到堂区的很多兄弟姊妹，他们真的很忙碌，昨天做得很晚，今天早上一早又看到他们都在服务。这种的服务精神，我想在我们啊教会的团体里面该有的。而我希望哈、我们良保的修生呢，执事呢，能够持守啊这个初衷，啊不断的为教会啊去服务，不要忘记他神职的身份。而昨天我们去看了主教，主教给我们教导说，啊，简神父说啊，今天你是最后一天哈、的一个平信徒的生活，明天的开始了哈、就是圣职人员，是圣职。并表示不表示地位，而表示我们愿意去教导、去服务。而我也是在这边呢，希望年轻的哈、也能够追随哈、天主的召教和回应，也继续延续我们教会的服务，更深进一步的服务。透过圣职啊，去服务天主的子民。但愿我们啊，希望我们在座的去支持良保的执事，不是靠物质，而是以精神的啊支持他，后来陪伴他走这个圣职的道路，能够更进一步。完全奉献自己为哈、天主子民而去服务。在这边再谢谢大家莅临参与这个的主圣，也希望大家继续哈、支持啊这一些的哈、有圣召的兄弟姊妹，让他们愿意啊服务，继续为圣召祈祷。谢谢吴神父。现在我们请保德执事为我们分享几句。有声音吗？有。昨天我晚上的时候，我发了一个讯息给简神父，我跟他说：“哎呀，我很紧张。”然后神父说：“不用紧张，我在。”这个我在很重要啊、给我平安，给我安定。这个我在是让我意识得到天主时时刻刻都在。这一次的。主圣里面我选择了一句话，就在这个手册里的最后一页。这个图片也是我很喜欢的，这个是我在非洲服务的时候一月的其中的主日派有人帮我拍下来。我在这个很大的树底下，那个时候是冬天，虽然非洲冬天，但是它那个时候早上也是有一点冷，有太阳，我那个时候感觉到很温暖，也感觉到我受到保护，很平安。你的双手仍在那里引导着我，你的右手还在那里扶持着我。今天天气也很冷，也可能下着雨，但是我现在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因为你们在，你们每一个都在。谢谢你们爱了我，谢谢你们将你们的爱
分享给我。在你们身上，我感觉到天主的温暖；在你们身上，我感觉到天主的爱。哎呀，我讲不下去了。等一下，不给我多一点时间。刚刚经谈的时候啊，会长跟我说忍住，不要哭啊。我现在忍住。但是我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讲，我准备了，但是我现在忘记了。但是过去几年啊，对，谢谢提醒我，我要快一点。过去几年，这条路为我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我要去跨越。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去谢谢一些人。首先我要谢谢在远方的，那个时候在英国服务的时候，我遇到很大的困难。我想。他们说他们有几位兄弟，他们在看那个，我想跟他们讲几句话。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how my gratitude to the conference in the UK, most especially the provincial Father Jerry, Father Michael, Brother Martin, and David, and the two who are now in the heaven, Brother Donald and Father Harry.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care of me. You share your generosity and love to accompany me, to take care of me at a time when I was encountering difficulties, sorrows, and darkness. Thank you so much. 然后我要谢谢的，现在我用广东话啊，因为我今天我的妈妈来了，我的姑姑也来了，然后也有一些香港的一些交友啊朋友，但是我爸爸他因为身体的状况哈，所以他没有办法坐飞机过来，但是他呢。他有看到现在看那个直播，所以我想用这个小小的机会去跟他们讲话啊，看那边对不对？好好好，啊，他叫我看那边，但是我也有跟同事也跟是妈妈说的，所以，阿爸阿妈，哎呀，我不知道可以讲啲咩。我講，我愛你哋。仲有我兩位哥哥，佢哋雖然冇嚟到，但我都想佢哋講多謝你哋，我愛你哋。我可能最后一两句就好了。刚刚我在坐在上面的时候，我看下去你们每一个人有很多很熟悉的面孔啊，我记得了。我要谢谢这几年在台北会院院长副院长各位的兄弟，这几年你们忍受了我一些啊，我经历过很多困难啊，你们都忍受接纳我，有耐心去陪伴我，谢谢你们每一位在这几年陪伴我的神父们、受师们、兄弟们，我刚刚说我在上面的时候，我看到你们每一个面孔，我
有很多很熟悉的面孔，有一些呢是第一次看的。我刚刚看到的是我从小开始到现在我整个生命我所相遇到的就是你们。从小时候妈妈姑姑读书的时候有我的朋友同学去到不同的地方服务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兄弟姐妹在来到神学院有我的同学们也在这边有我在主路服务三年了仁爱堂的谢谢你们还有现在我都服务的在板桥天主堂有吴神父他的脚受伤了他今天也来了谢谢还有板桥的天主堂的兄弟姐妹我感谢天主把你们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能够与你们相遇在你们身上我看到天主看到爱最后简称最后了最后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完成它在我5年前发终身愿的时候同会里面有一位兄弟他听到了我圣教的故事他为我写了一首歌我想趁这个机会这首歌只有是关于我的关于我怎么回应这个圣教后来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有一位神学院的同学他现在在法国我们一位同学麦志宽执事他帮我写上了国语的歌词我想用现在用这首歌我想再次将我自己的生命将我整个圣教的旅程都交在天主这一双手当中因为这一双手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后来角落突然从冷变暖送我几句赠言并不心酸这是乐园如若听取规劝奉献牺牲不会怕亏损日夜结伴在旁陪我探索有你的爱渐能活出真光告别校园投入自身工作或会不知走往哪一方觅理想不再幼稚改变美词偏会遇上长夜里天使便告知心里渴望你伴我闯一世愿跟耶稣继续往疲惫坠落心灵孤单寂寞踏进新的旅途远赴他方困难挫折苦痛但纵是白昼黑夜你总明了黑暗对于你无疑光明在你那些狗相遇牵着我手让爱走动同走向永远但纵是白昼黑夜你总明了黑暗对于你无疑光明在你那些狗相遇牵着我手让爱走动同走向永远
一世愿跟耶稣继续往。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紧紧地握住天主这一双手，我们永远与天主不分离。天主保佑。好，大家好，我分享两件事情啊，就关于我们的新执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昨天在他的会长、在他的院长、在他的导师的陪伴之下，到主教公署去，到三楼小圣堂，跪在耶稣圣体面前宣信。信经里面所记载的、所念的，他完全都相信。他说完，除了这个信经以外，教宗所宣布的信理或者是教会所教导的，他完全都愿意接受哈。所以这是一个他结束他的平信徒的地位，然后进到那个神职界的时候，进入神职人员的时候呢，他要忠于教会，他完全相信教会所讲的一切事情。这个事情是让我很感动的哈。所以我也勉励你，常常相信天主，常常在信仰当中面对任何的事情，因为知道你的修道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了好多的困难的问题，但是能够走到现在，都是天主在降服着你。完全相信天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这第二个就是我的观察，就是很特别的哈、哦，这个是一个执事的仪式的祝圣的典礼，但是看起来好像是禁赌的样子哈、哦，因为有好多的神父都来参与了哈、哦，然后有众多的教友，然后也是妈妈的姑姑啦，就是从昨天就从香港过来的，所以你看大家都非常疼爱你啊，大家都很喜欢你。当然，这个那个爱是彼此的回应的嘛，大家之所以会有这么的回应，表示它是一个非常有感情的嘛。刚才我们看到也很容易动情哦，所以就是你这个感情方面，就是爱天主。要侍奉天主，要服务弟兄姐妹们哦，把你这个感情发展得适宜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哈。所以，我就提出这两点，因为我的观察哈，那希望你这个算是你的优点，但是你发展得好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会士哈。天主降福你，我们一起都祝福你。谢谢主教。礼成后，新执事会先与主理及共济神父拍照留念，后亦会与家人拍照。游行出堂后，保德执事会再回到圣堂与不同的团体拍照，请按领经员及服务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到祭台前与新执事拍照留念。另外，弥撒后于圣堂一楼有共融茶会，欢迎大家怀着感恩的心一起分享在主内的喜乐与平安。最后，今天礼仪所用的小册子是为庆贺今天庆典送给各位的，作为纪念，请大家将小册子带回家，并继续为保德执事及为有更多圣善的圣招祈祷。请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与你同在。请大家俯首接受上主的祝福。上主已将新得的恩宠赐予你们，愿他继续以他的爱坚强你们。啊。
愿主激励你们，使你们追随两位殉道圣人的方标，在世人面前为他的福音作证。愿主助佑你们免除一切的忧虑，并以你们的爱坚强你们的心灵。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现在请中总主教会长吴志源神父、台北院长郑太启神父和新执事一同到祭台前合影。请坐。请各位留步，现在请梁宝德执事的母亲和家人到台前合影。请各位留步，所有共济神父、慈幼会会士和母幼会修女，请到台前合影。请会士、修女和执事家人回座。礼成曲在第29页。